家，我今日嚟同大家玩 Roblox。咁咧，今日我哋嚟玩1.8万人嘅疯狂模拟器。咁咧呢只 game 系点玩咧？首先你入到嚟咧就系、占领一个蜂巢啦。咁咧你咧就要去呢度储够1000蚊就买一只蛋嘅。咁你一开始就会有一只免费嘅蛋喺你背包嗰度啦。你见唔见到咧？可能咧冇咗全荧幕，就系因为咧我剪完片之后咧，我就会成段片冇咗全荧幕咯，虽然唔紧要啦。咁咧如果你系如果依家睇唔到嘅就唔紧要啦。但系咧如果你真正入嚟呢只 game 玩咧，你会见到你嘅右上咪左上角咧，左下部分左上角咧系会有一只蛋嘅。咁你揿入去就系你嘅背包嚟嘅。咁咧你见到我嘅背包系好嘅嘢啦。咁首先讲解下啦，我依家咧我着呢对鞋咧就系咧我可以比普通玩家行得快啲啦，同埋咧系我行过嘅地方咧就可以采我行过嘅花田咧就系可以采集花粉嘅。咁咧呢只 game 就大概系你要采集花粉啦，然后制造你嘅蜂蜜啦，蜂蜜就系呢只 game 嘅金钱啦。咁咧就系制作蜂蜜啦，然后就要买蛋啦，然后领住你嘅一支军队咁样啦，蜜蜂军队咁样嘅嘢啦。咁咧呢一只游戏咧，主要就系咁样玩嘅。咁咧，而你亦都可以喂你嘅蜜蜂咧，去食一啲食物啊、零食咁嘅嘢咧，就系咧可以咧，令你嘅蜜蜂同你嘅亲密度咧提升，再提升嘅。咁亲密度提升咧，就会令蜜蜂更加勤奋咁帮你采集花粉啦。咁呢只 game 就系主要就系咁玩嘅。咁呢一个，同埋我依家先发现咧，原来嗰个有个好似有个猫须嘅嗰啲金币咧，系会将你附近嘅金币咧全部拎晒咯。咁我讲下啦，咁呢只 game 咧，其实佢唔同蜜蜂咧系会产生唔同嘅金币出嚟嘅。咁咧，譬如好似我嘅匆忙蜂咁啦，匆忙蜂因为佢动作比较快咧，佢会产生一个将你嘅动作将你嘅速度咧行得比较快嘅一个金币啦。咁如果你食两个，你就会行得比平常人乘以两倍嘅速度啦。三个就三啦，咁最多只可以乘10嘅啫。咁咧而我呢、这个甜蜜呢、这个甜蜜蜂咧，就系、今日先生出嚟嘅，就系呢一只啦。见唔见到呢一度采咁花蜜呢一只系甜蜜甜蜜蜂。咁你见佢个样好似好粗人咁，好似好整蛊人咁。咁咧佢就会有机会咧，佢有好多好靓嘅花蜜啊。咁咧佢有机会，如果幸运嘅话咧，就会分你一啲花蜜啦。咁你见到咧，啱先地上面都有执咗一啲嘅，都就系有啲一滴滴咁样嘅，好似水咁样黄色嘅金币咧，嗰啲就系你啲蜂蜜啦，系啦，蜂蜜唔系花蜜，系啦。咁咧呢一只 game 咧就佢就系咁啦。咁其实你只要储你。每储够五只蜂咧，就有特别区域可以入去嘅。储够五只蜂就有特别区域啦，十只蜂就有特别区域啦，15只都有啦，20只都有啦，直到35只嘅，每5只就有新嘅特别区域啦。咁咧，咁首先你就系要疯狂去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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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呢啲咧就系我啱先拎咗嘅就系蜂蜜啦。咁嗰个咁样嘅呢个嘢我唔知咩嚟。我呢个嘢系咪就系将佢范围里面嘅嘢唔知系咪应该系会变成一个？有啲即系会更加快咁样生翻啲花出嚟咯，系咯。咁咧，呢一只 game 咧有一个叫皇家果冻嘅嘢，皇家果冻就系可以将你觉得废嘅一啲好废嘅蜜蜂咧，系可以随机转化成一啲特殊嘅蜜蜂嘅。咁咧，我依家暂时有12只蜂啦，10个品种嘅蜂嘅，12只里面咧，我有10个唔同嘅品种都喺呢12只里面嘅。咁咧，就大概系咁样啦。就想去15嗰个特别区域嘅，咁咧呢一个就系蛋自动售卖机啦。咁咧呢啲蛋咧佢会越卖越贵嘅，可能一开始1000蚊，跟住依家我要12万先可以再买一只蛋啦。咁咧就大概系咁啦。咁呢一只 game 仲可以储你嘅彩票嘅，见到依家36张彩票啦。咁咧彩票咧我就谂住储50张咧买嗰只金蛋嘅。咁咧其实咧你帮嗰只有啲 NPC 系你可以帮佢做任务啦。咁就好似呢一只熊咁样啦，你帮佢做任务，佢就会俾嗰个银蛋你噶。咁咧个银蛋我就孵咗一只虚脱蜂出嚟啦。咁虚脱蜂我就已经有2只噶啦。虚脱蜂咧就系佢系有失眠症啦，佢动作好慢啦。咁俾你睇下边只虚脱蜂啊，见唔见到啊？但我依家速度最细啦，我依家行啦，我依家行下试下俾大家睇下。睇住啦，有瓜子有瓜子，哎呀拎唔到啦。跟最后嗰跟最尾嗰只蜂见唔见到？有只黑色嘅跟最尾嘅嗰只就系虚脱蜂啦，见唔见到啊？见唔见到啊？黑色嘅呢一只
只呢只个翼上面写住五嘅，咁啊翼上面嗰个数字就系佢嘅等级嚟嘅。咁咧，银蛋我就呼佢去夺风啦。咁咧，如果你见嗰啲 NPC 咧前面个圆圈系有感叹号嘅话，即系你做完嗰个任务啦。咁你揿翻右上角嗰个问号咧，就可以睇翻你做完咗啲咩任务嘅。咁咧就佢就系讲英文啦。咁佢就俾咗2000个呢啲花蜜我啦。咁你见到我有50000几蚊嘅。咁呢个咧就系 Mother Bear， 就系红红嘅妈妈。咦，我有挂字令，红红嘅妈妈。红红妈妈，红红妈妈，红红妈妈。咁如果大家啱先有兴趣睇佢讲咩嘅话，就自己暂停嚟睇啦。我真系冇兴趣，佢讲咗好多次啊。就话寻找向日葵种子啊，即系点样？咦嗱，咁你见到咧，我而家背包系可以装到31250个蜂蜜。咁满咗之后，你就翻翻去你自己嘅巢嗰度啦，然后咁制咗蜂蜜。去喺你嘅界面上方有个制作蜂蜜啦，可能依家大家唔系好睇得清楚，但系真正玩落去就会有嘅。同埋喺界面上方嗰度咧，就会有一个你嘅蜂蜜啦，你嘅你依家背包里面嘅蜂蜜有几多啦，同埋你依家嗰啲钱啊，即系你依家总计埋嘅蜂蜜有几多嘅。咁我依家就有60000几蚊啦，系啦。咁就喺上面会写住嘅。咁咧皇家果冻喺边度拎咧？其实皇家果冻咧，其实你可以黐人餐嘅。你见到嗰啲咧，见唔见到嗰个蜂巢好高啊？其实嗰个蜂巢咧，你见到啲咁多个蜂嘅人咧，你行埋去，佢好机会会生成一啲皇家果冻出嚟，好大机会。咁咧，你一开始你个蜂巢只系得25格嘅啫。咁咧喺商店里面有个头盔咧，就系你要用一个月亮符号啦，同埋。好似仲要埋个唔知几多个，好似10个瓜子啦，同埋30000蚊咧就可以买呢个黄色头盔，就会增加10个你嘅蜂巢嘅，增加10个。咁咧月亮符号咧就系可以将你嘅蜜蜂亲密度咧同你自己嘅亲密度咧就系提升250嘅，就好似我咁啦，我依家有8个月亮符号啦，就会将一只蜜蜂。将你同一只蜜蜂嘅亲密度提升250啦，咁我有4个皇家果冻嘅，咁你见到好多嘢啦，好多嘢啦，因为咧我都玩咗几个礼拜到啦，系咯。其实喺我拍狂野 P 车九之前，我已经开始玩呢只 game 啦。咁咧我呢个背包咧，你就咁喺呢一个商店揾唔到嘅，你要救齐咗你10只蜂啦。10只蜂，咁其实呢个 R 叉就系扮你去熊猫嗰度接任务嘅，但系咧我之前系可以直接扮上那个 shop 嗰度咯，但系我依家唔知点，即系见唔见到嗰度写住 shop 啊，嗰度又写住，我之前可以直接扮上去嗰度咯，不过依家唔知点解唔得啦。咁首先如果你扮唔到上去嘅，咁你就过嚟一个，见唔见到皇家果冻咧？你见唔见到呢度有个皇家果冻？首先你就摘除咗5只蜂啦，好简单嘅啫。摘除咗5只蜂之后，你过嚟呢一个田呢度，你见到只熊猫，咦？呢度可以爬。熊猫呢度隔篱呢度有条罅嘅，入去呢条罅嗰度咧，呢度黑漆漆咁样咧，跟住咧入去，就可以拎咗呢一个皇家果冻噶啦。不过你只可以拎一次嘅，如果人哋拎咗你都照可以拎嘅，佢所有皇家果冻都系一模一样。咁呢个蓝色总部就系要摘齐4只蓝色嘅蜂咧，先可以4只不同品种嘅蓝色嘅蜜蜂咧，先可以入去嘅。咁你见到有皇家果冻啦，咁我暂时得3只品种嘅啫。咁你入到嚟10呢个位咧，10只蜂先入到去啦，我要12只，跟住就会见到我呢个背包噶啦，喺呢一度。咁你入到去就揿上面嗰个庆祝开启商店咁样就可以睇到啦，系好鬼死贵。咁呢一个机咧就系、佢话总部就系你要入咗去嗰个总部嗰度先可以有佢嗰个机嘅免费嘢咯。我唔知系咪咧，因为佢讲英文，我英文都比较少。咁咧。你见到我依家行过边度咧，就系、可以收集嗰度嘅花蜜啦。呢一个菠萝呢度咧有一个凤梨嘅，其实呢度咁我又拎咗啦，所以冇一个大树菠萝咧，上面呢一度咧大树菠萝啦。佢咧呢个大树菠萝有机会佢会生个样出嚟咧，唔知隔几多个钟头咧，佢生个样出嚟咧，佢就会喷一啲波咧，就会滋润呢个土地咯，就会有多啲嘢可以掘到咯。咁你上到去啦，你见到咧呢一个我系未拎嘅，但系我发掘到，但系我唔知点拎啦。见到里面有个旋转嘅嘢，其实嗰系彩票嚟噶，彩票就可以买嘢啦。如果大家咧有方法咧知道佢系点样拎个彩票咧，就欢迎留言同我讲啊。跟住呢度上去咧就有一个见到山洞咧。是樹春窩啊！哇，出嚟！咁佢有成哇2000億幾滴血啊！我唔知呢個係幾多滴血啦。咁咧因為咧佢係等級6啦，但係我最高嘅等級嘅蜜蜂咧即係等級5，所以佢就會成日講未擊中啦，因為低級過呢只 boss 啊嘛。咁呢一個知識我係問嗰個叫咩啊？你見唔見到右下
个咧，佢话我嗰啲唔知乜嘢蜜蜂咧，佢话我嘅 QB 咧要瞓觉啊，真系冷酷蜂要瞓觉啊，我死啦！咁瞓觉就系佢要补充体力啦，但系呢一个嘅开脱蜂咧系唔需要瞓觉，诶，冲凉蜂又翻嚟，开脱蜂唔需要瞓觉嘅，哇！知乜嘢？咁咧呢一个就系科学熊啊，科学熊。咁我哋睇下佢，我就接咗佢任务嘅。咁佢就话有两个方法可以发掘生物蜂啦，一个啦，两个啦。咁呢一个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就自己去，你自己去睇啦吓，自己暂停去睇啦。咁佢就话要士多啤梨嗰度摘够。摘够一万个花粉，咁同埋去竹叶林嗰度摘够一万个花粉。咁竹叶林就喺呢度啦，当然士多啤梨咧就喺嗰个位啦，呢度射尾啦。你士多啤梨咧摘够一万个，咁呢个通缉就系话佢你交够250个蜂刺咧就可以领取一只恶毒蜂啊。咁咧我本身因为我睇咧佢话喺网上攻略话咧糖果蜂咧软糖蜂咧，如果你企上个头顶会入到软糖商店，但系咧我以为企上个头顶可以入到去嗰个毒刺商店添，原来唔得噶，毒刺系唔知点样先可以拎到噶。如果大家知道毒刺点样拎嘅话，就欢迎留言同我讲。哇，好多钱拎啊，执咗佢嘅。嗱，咁呢个士多啤梨甜就会好大机会跌呢啲士多啤梨金币出嚟啦，就系咁啦。哇，见唔见到我加好快咧？睇下个数值加超快咯，就知。同埋咧，其实我发现咧，我啲片咧根本冇地方可以 cut 咯，我一句接住一句咁样咧。根本冇可能可以 cut 到，因为每一句都系好重要嘅信息，所以系咯，我每一句都夹杂住好重要嘅信息咧，所以好难先可以 cut 到。同埋咧，呢个跑酷咧呢一度玩个 tower fail 啊，一个就要100个月亮符咧，先可以产生一个月亮嘅护身符啦。咁跟住呢一个位咧，呢一度，呢一度咧，差啲跌，差啲，哎呀，跌咗啦。咁其实上面见唔见到有个皇家果冻喺上面？系啦，咁大家见到噶啦，我指一指佢啦，我而家指一指佢，指一指佢喺呢度，好得啦。咁我个 V 字咧就系我个 V 字就系箭嘴嘅意思咯，我指一指佢嘅。好，咁我哋点解咧？90000几蚊啊，原来我哋已经，咁快90000几啦。咁我哋依家我哋集埋咁多啦，我哋就准备上翻去搵嗰个奇异博士噶啦。唔系咧，上集好搞笑咧，我将嗰个加速罐讲咗个狗罐头，未睇嘅就记得去睇翻啦。狂野飘飘狗极出传奇啊！上一集，下一次咧，我听日可能会出片，听日可能会，可能，因为听日放假咧，我通常都系放假先出片咯。我唔系一平日，我后日星期二可能会出，不过系出画画片咯，因为好耐冇出。我平日通常都系出翻啲我好早已经录定嘅，譬如画画片啊嗰啲嘢。咁打机片我会唔会好早都录定嘅话咧？暂时我系唔会住嘅。咁系咯，可能又唔系话暂时唔会嘅，我都会录定。咁可能平日都会发下片啦。咁所以每一日都要留意有冇新片，因为我真系定唔到个时间啊。每次都要翻去，哇！密集恐惧症唔玩得呢只 game， 因为睇下嗰啲蜂蜜拉住晒咧，好似年糕咁样，依家搞到好似莲藕丝啊，嗰啲莲藕丝。系啦，总部又系你要入咗个总部先得啦。咁依家制作完花粉啦，咁我依家有1、2，可以买蛋咁喺呢一度啦。然后咧，你就咁买就买咗啦，我买不起嘅跟住。咁咧就首先咧点样孵蛋咧？首先你就拨到最底啦，然后你会见到你有只蛋，我唔知喺边啊。见到啦，普通卵，咁你就揿住你只卵啦，然后拉出嚟，咁咧佢只会俾几格你拣嘅啫，咁嗰几格咧全部都系咧，你嘅蜂巢嘅上面或者隔篱嗰几格嘅啫，即系你家有蜜蜂嘅蜂巢嘅上面或者隔篱嗰几格啦，咁我梗系摆呢度啦，咁我就摆落去，咁我好喺孵咗普通蜂，咁呢个时候就可以用皇家果冻拉过去普通蜂度撕。冲凉风，切又系冲凉风啦，三只冲凉风啦 ，no， 三只冲凉风。不过我因为唔想嘥果冻咧，所以我决定咧，我唔再次使用。其实佢有个掣可以再次使用啦，啱啱？大家可以去睇翻 payback， 系咯。
咁见到我而家喂甜蜜蜂升级，甜蜜蜂，喂喂，唔好打我，唔好打我，唔好打我，好啦，耶！就因为我食咗嗰啲唔知咩大力金币咁样，我而家13只蜂啊，快！喂喂，死啦死啦死啦！死咗咧，你就会冇晒你而家背包嗰啲蜂蜜噶啦，而家背包嗰啲蜂蜜冇晒啊！又唔系冇晒嘅，如果你储存得多嘅话，可能会仲剩翻50几个咁样咯。我而家揾翻个大树菠萝爸爸，啊唔系，又讲错嘢啦！哎呀，太有趣了，所以世界上至少有5种蜜蜂，每种蜜蜂嘅工作方式同埋行为都似乎有啲唔同啦。相信透过研究呢啲蜜蜂，我就可以开发你喺蜂群身上嘅潜能啦。嗯，思考。好啦，有啦，从依家开始，你嘅蜜蜂每次都可以额外增加 25% 嘅花粉转为蜂蜜，如此一嚟就可以更有效率咁样就会提升到 25% 就系点啊？哎呀，我见到有个可以跑步速度嘅嘢啊，有个金币。等你准备好更多研究嘅时候就翻嚟同我报道。哇，有30000几蚊都正。同埋一个研究瓶，我有研究樽喎，咩嚟噶？我研究樽就系将我采翻嚟花蜜乘以25% 咁样，有冇多到啊？系喎，多咗，真系多咗，乘以咯，变咗一倍咯。因为我啱先行过嘅地方咧，我就会加二咯，但系我依家变咗加四咯，同埋加六，即系佢变咗一倍咯，佢变咗一倍咯。佢变咗一倍同埋两倍咯，我唔知讲紧咩啦。总之就系佢而家变咗一倍啦，我采翻嚟嘅花蜜嘅数值，同埋佢有机会会变成两倍啊，有机会。咁咧如果你见到你嘅蜜蜂咧起，哇螳螂啊，哇打佢，凤梨，打，我死咗个螳螂。不过咧因为系人哋，因为螳螂想打佢咧，所以咧我打死咗系唔会有任何奖励。如果你见到你的蜜蜂在某一个花田里面采集的时候，它会在头顶写着+11爱心，就真的证明它是喜欢这个花田。我又是向那个 NPC 请教，那个红红妈妈 NPC。 呜呜，行好快耶，咦，无限啊，是不是无限加的？我不是，真的加了，以后都是这样的了。因为呢我如果你真实玩的话，你留意一下你左上角，它会有个我不知道，应该看不到的了。如果真实玩的话，你留意一下你右上角呢，如果你穿了一对鞋就会有个圆圈这样无限的。是的，我看到个药品瓶呢，它呢是会，即是那个实验樽呢，它是不会扣的那个时间，即是它无限加的，真的。即系我以后都可以有呢个乘以25% 嘅福利咯，系咯，简单啲嚟讲就系咁咯。多多，加六啊，唔知边只蜜蜂中意呢个田啊，我唔知道啦。咁佢呢只game咧就有分红队、蓝队蜜蜂咁样咯，系咯。同埋咧，如果你问咧上集咧做咩咧，我把声咧变咗咁样咧，就系因为我将成个镜头速度乘咗1.25倍啊！打死佢，打死只甲虫！炸弹风啊！炸弹风咧，一夜炸爆咗嗰只甲虫咯。哇，好搞笑啊！蓝色蜜蜂总部里面有只坏好巨型嘅坏坏蜂咧，喐下咁样咯。我都系坏坏蜂啊，系蓝色蜜蜂嘅领袖。火爆蜂咧，火爆蜂就系红色蜜蜂嘅领袖，系佢哋两个系作对紧噶，绝对。其实我想话咧，我咁辛苦采晒啲花蜜咧，嘈嘈声就冇晒咯。但系其实佢制造蜂蜜嘅时候咧，佢又唔系话制造得特别快咯。睇下我13只蜂咧咁样制造咧，都制造超耐咯。嗰制造蜂蜜，等咗好耐。哇！呢啲嘢真系好鬼死难搞咯，真系。跟住咧，呢度又有张票嘅。跟住咧，你完成咗呢个跑酷。唔系咧，你跌落熔岩1秒，即刻跳翻上嚟咧，系唔会有事嘅，知唔知啊？跟住呢一个就系要买5000几亿蚊嘅，我唔知几多蚊啦，总之5亿几蚊啦，总之5亿万几就嘅按摩头套啦，超级贵啦，我觉得76000啫。跟住呢度有个皇家果冻咧，就喺个 shop 嘅顶楼嗰度。
喺呢个突发情况，你见到前面呢个啊？系啊，有人打过你啊！佢就系我哋今日乱入嘅，系咯，我唔识佢嘅其实。哦，你哋唔会听到佢喺我隔篱同我讲 hello 嘅，系啦，绝对唔会听到。咁咧，呢一个就系我哋今日嘅斩人目击。咁我哋就睇住呢一个咧，拎住铰剪去斩人咧，系点样系去玩呢个疯狂模拟器？咁其实佢喺我录片之前，佢已经储咗六只蜜蜂出嚟噶啦。咁我有13只蜂啦，而家。咁佢就已经储咗好多蜂啦，好多蜂咁喺录片之前佢已经储咗啦，所以咧佢依家就好有信心咧，就系冇人笑佢嘅会，冇人哇哇，跟住就系咁咯，系咯，跟住咦无啦入咗嚟呀，抢翻物啊，跟住抢翻物，抢翻物，抢翻物，算啦，我觉得咁样太冇效率啦，我决定咧嚟啲高级少少嘅花田嗰度咧。采集啊！甲虫先生，唔系毒蛤蜥先生，你有两只角噶，点解你叫毒蛤蜥呢？哎呀，我路过噶咋，唔好意思，过门都系客啊，唔好打我啊，唔该。哇，你惊我？喂，吓死！我以为我嗰只呢个系咪啊？呢、這个我以为我嗰只冷酷蜂跟住佢走啊，到佢，我以为佢认错主人啊，我以为我只冷酷蜂跟住嗰只毒蛤蜥走啊！我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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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啦死啦！佢会扑噶，佢会扑埋嚟噶，嗰啲怪物都死啦！唉，钱钱钱钱啦！耶！有糖果啊，交够1000定唔知2000个糖果，有免费一个软糖封拎噶，可以有软糖封拎噶。不过要你首先要集齐20只蜂先可以交软糖，即系交佢糖果。因为软糖蜂咧，佢喺20只蜂嘅特别基地里面。因为我之前咧试过用个弹弓咧，因为我未够，我明啦。唔好呢个时候唔好自杀，你自杀会冇晒嗰啲背包里面嗰啲蜂蜜。咁我之前试过用个弹弓咧弹咗上嚟10呢个位，因为我觉得未够10只蜜蜂，跟住直接俾人弹翻去 spawn 点嗰个位咯，真系好远好远嗰个地方咯，直接俾人弹翻去咯，好冇礼貌啊！呢、這个 game 啊！咁我哋就可以兜一圈，剩翻整个蚊啦，跟住系啦，就有个人喺度采集花蜜啦。哇，好彩个数字唔系777就系111，吓死啊！仲系买唔起喎，要101，哇咁贵嘅咩？我而家一次，我而家个背包满咗啊，再制约蜂蜜啊，有30000蚊咯，真系好贵咯咁。但系我而家一次制约蜂蜜只系得30000蚊咯，好鬼只贵。跟住之后我又谂过，可唔可以喺呢个边边嗰度咧偷鸡咧入去十嗰个地方咯？但系咧，原来佢嗰个位系有隐形墙咯，入唔到去。黐线！跟住之前试过咁样望住上面走去弹去十嗰个位咯，跟住依家唔得，唔知点解。可能系之前嗰个系个bug嚟，我唔知唔清楚。准备干什么的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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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打我笨啊！打我笨！其实嗰个咁嘅红蛙 NPC 咧，佢主要咧嗰啲任务系叫你打嗰啲怪物咯。即系我依家个任务系瓢虫狂人啊，要杀15只嗰啲甲虫啊。不过我依家杀得4只嘅啫。同埋咧，我想话咧，最搞笑就系咧，玩够8个钟咧，可以有5张彩票咯。游戏时间啊！无啦，点解有1000蚊收？冒险，哎，拎咗，哇，好彩冇扣到血。咁点啊？采集30000个花粉，3叶草田，20000个花�粉，8只瓢虫，8只毒蛤蜥，最重要嘅系透过6种蜜蜂研究完成之后，记得向我报道。吓？乜嘢系3叶草啊？边度有3叶草啊？呢、這、一个啊，唔系向日葵，呢、這个唔系蒲公英嚟咩？恩叔咁嘅嘢。咦？点解我嗰啲数量会减嘅？我背包嗰啲蜂蜜会减嘅？点解？我开始咗啦，咁咧冇办法啦，因为咧阿妈就要睇电视，所以就会听到有啲电视声啦。咁咧同埋阿妈咧系边睇边玩嘅，我唔知佢点样睇啦。咁其实冇错啦，喺呢一个 J0，因为嗰啲系火爆蜂咯，嗰啲系红色嗰啲。
系啊。你换咗只火爆风啦都，咁你咪冇咯。咁其实佢就系我妈啦呢一个，佢系我哋嘅特别噶嘛，妈妈。叭叭叭叭叭，哇哇哇哇哇！顽固风升级，喂，过嚟主前地呢度，过嚟。嗱，三二一要咩咯？嗱，你企喺度啊，你唔好走啊。三嚟啊，我哋三二一。都可以即時製造到花蜜啊！都好想話，唔理喎。
个我要。嗰阵2000蚊要我费用，我依家。好，我哋依家我哋买第15只风。噔噔噔噔卖！哇！我依家入去嗰度啦。好，我依家敷咗出嚟先，我入去。咦？我发现我多咗有个毒刺咁嘅嘢喎。普通风好，转化咗先。几只风？冷绿风啊，又系冷绿风。我有毒刺嘅，我有风刺啊，我正啊，我有风刺啊。知啊。我咁等喺我前面，但系要50张彩票先得。咦，有5种品种，我要使用呢个大炮啊！我俾你睇啲嘢啊，你过嚟啊，你过嚟啊，呢度啊。Hello， 呢度过嚟啊。过嚟啊，喂，呢度啊，喂。唔系啊，呢度见唔见到啊 ？Hello， 呢度过嚟，跟住过嚟啊，啊 ，come come， 你啲蜜蜂扁晒嘴啦，喂佢食嗰啲毒刺，喂佢食嗰啲毒刺，跟住，哇 ，Hello， 呜，快啲入嚟啦！我哋一集之内可以嚟到呢一度，真系犀利啊！好大突破啊，系一个对我自己嚟讲。好啦，真系好耐啦，其实我玩咗几个钟头啦，玩呢度玩咗，哇黐线，仲录紧，我分开咗几段片咯，我录咗几个钟头啊，玩咗2个几钟都有啦，我就系为咗入去呢一度。喂，我差少少就可以完成呢个蜂蜜呢个任务啦，玩咗2个几钟头啦，系咁先啦。好啦，我哋下集再见。本来呢，其实我都想住呢完㗎啦，但係我发现突发情况㗎啲。就係呢，原来呢狼人呢嗰边个洞口呢可以入去囉。黐线，你入去睇下。呢一度，啱先无聊咧就试过入去啦，谂住睇下入面有啲咩。见到有只金蛋喎，佢咧一入去，哇，死咗！佢话要 die， 然后要 lift 唔知乜嘢喎嘢。一入去会死噶咯，我见到有只金蛋啊，好想要啊，有金蛋啊。好啦，咁我哋今集真系完啦，拜拜。